庄。哦，开车的朋友啊，开一般我们台湾的开车的朋友会打瞌睡，哦，喝那个什么饮料，健康饮料提神，不用，因为我们试着去眼睛擦一下，眼睛就一亮，就不会打瞌睡。好像我们在读小时候在读书嘛，啊，妈妈说啊，读书那用起来洗把脸，对不对？不用洗把脸，用湿纸巾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哎，要它一层保护膜，那是真的很好。再来就是女性朋友。十个女生有八个妇科问题的朋友，私密处给她擦一下，差不多五分钟马上感受得到。这样好，真的很好。异味瘙痒，异味瘙痒，还有小 baby 尿布疹啊，还是大人那个包大人那个那成人纸尿裤，长那个一天都要包，所以换尿裤的时候顺便给她擦一下，她会舒服。一层保护膜，它是真的很好，可以抗掉。哎啊，还有那抗掉我们那尿裤里面的私密处的时候，有那好菌坏菌都有，所以我们可以抑制掉那个不好的细菌。对，白色链珠菌啊，新草杆啊，个孤草杆菌呐，啊抗爱了 AI 的抗药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，我们都可以抗掉它，它是真的很好。是。啊，所以说用途方面呢，就是在于女性多，然后男性呢都是驾大车的。大车还有腋下流汗，有那个味道的朋友，腋下给他擦一下，他可以改善得到。哦。还有时候外出嘛，啊外出就是有时候要洗把脸，那像女性朋友可以卸妆。是卸妆可以带湿纸巾，就不要带面纸了。我以前都是带面纸，现在出门都带湿纸巾。在市场上啊，这种。